哦，声音可以关的吧？所以你刚刚是关了什么？就是关了会嗡嗡的东西。啊，是跟冰箱有关的吗？你关了什么？哦，赵瑞君，谢谢。赵瑞君。哦，好。快快快快快！有冰箱的。你刚刚冰箱关了什么？ 所以你是关了总电源吗？对不对？总电源。没有冰箱，没声音啊。没有，它刚刚关了。它刚关了。我已经解决了。它只是就没有，是刚刚关了。它刚刚还。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。没有，现在关掉，真的灯里面本来的灯还。对对对，还是亮的哈。所以连线没有问题，那就 OK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OK。小心线哦。没有试拍的结果。